的幻想，什么脱光揉面团，面粉在那边哇撒，干才不是那样。我今天一整天所有做的事情，就是我开店到现在几乎经常性的作业，然后每天就揉面团，揉我也不知道揉了多少颗面团，从很新手到现在已经感觉有一点经验了，是感觉蛮好。可以越来越了解食物，可以创造出更多与众不同的东西，而不是都一模一样，只是口味的不一样。所以我现在在找寻这些灵感，在有限的知识里面。做这个事情其实有时候觉得有点累，因为一直重复做一样的东西，但每一次又会有一些发生一些事情，比如说客人很开心，然后你披萨做到让他们觉得一定要吃这一家，就蛮爽的，这是一个成就感。所以我每天努力一直做这些事情的动力，就是看到有些人的肯定，但也有一些不是这样，不过我也不能管人家的口味，那我还是尊重他们。这个工作对我来讲其实蛮酷的，我很喜欢，我非常非常喜欢。欢迎来到小纽约。